他的作品可以，不能算记录，是一个真正的作品。他的唱歌，还有他的讲话，都是一个作品的一个展示，一个呈现，绝对不是一个旁白。来抓一个啦！阿罗曼奈阿苏里巴山布哈拉登，哎呀，卡姆，我不去卡姆家，来抓一卡库，卡库呢？我不去卡库来抓一卡库，山卡库阿米哈拉登，米格尼麦卡库多，拉兰努马库，米格尼麦卡库多，吉诺里巴诺阿罗曼奈阿托努马托阿塞山布巴鲁索。所以说，它不是一个旁白，它是一个像诗一般的一个吟唱。